现在看到了好几个车队过去，都开的是好车呀。我现在打算下车，然后在这看一下。我打算今天中午就在这块起锅烧油休息一下，吃个饭，然后下午再继续赶路。刚才坐在这儿吃了一个油饼，感觉还没有饱。等会儿再搞点其他的，炒个青菜什么的。哦，看这会儿外头的太阳好大呀，紫外线一定非常的强。好像还有人在飞飞机。哦，在那里。哎，一提到飞机我就心塞。我的飞机呀。这个地方叫乌拉山。看到那个石头了没有？乌拉山，这里海拔是4396米，上面的雪还没有化，但是 这会儿太阳非常的大，晒在身上有点，晒得我有点那个什么，皮肤有点烫，在这块海拔太高了，反正有点喘。好的，给大家看一下周边的景色，准备在这儿做点吃的。走了，起锅烧油。今天已经准备好了食材，看到没有？这是今天中午买的青菜，切好的西红柿，两个锅，还有一个鸡蛋。大家猜猜我今天中午要做什么饭呢？嗯哼，等着看吧。现在锅，看一下，已经水已经开了。下西红柿，补充点维生素，我切了整整一个，下进去以后这个汤立马变恢复平静，盖上再煮吧。看这个青菜，今天买这个小青菜非常的嫩，哇，刚把西红柿放进去以后，然后这个基本上一分钟吧，它就开了。闻到了一股浓浓的番茄味儿。等一下，打个鸡蛋进去。对，西红柿鸡蛋汤。这个鸡蛋刚才打下来的时候，也里头的鸡蛋黄已经散掉了。看吧，这个汤感觉像奶白，感觉像鸡蛋奶白汤一样。对，我喝过的一种叫那个鸡蛋奶白汤，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？只不过多了一个西红柿。终于炒好了，看一下，开饭开饭！炒青菜，买的卤鸡腿，还有昨天剩的一些锅盔，还有这个西红柿鸡蛋汤，尝一下。在海拔4300米。这儿做的这个青菜，我想说一点，在高原上不用高压锅实在是个失误呀。大家听我现在咀嚼这个声音一定觉得很爽口。呸，其实我想说，看着好像是熟了，实际上还有一些夹生，口感确实比在下面吃不一样，但是感觉还不错。造型是加深深，这样的生活大家羡慕吗？今天还要翻两座大山就能到达左贡了，但是不知道需要多长时间。不说了，先吃一顿。我现在遇到了一个天大的难题，我和我的车现在缓到半路上了，
我刚从那个乌拉山下来，走到半路，然后闻到了一股那个烧焦的那个橡皮筋的味道，那一股特别难闻的那个橡胶味就是从这一块发出来的，当时弥漫了几乎整个车舱，因为我到后面去那个卫生间是没有味道的。然后刚才问了一下这块的师傅，让他帮我看了一下，他说没事儿，我那个味道是刹车片散发出来的，因为一路下坡拐弯什么的，这下我松了口气。但是我现在发现有一个问题，我这个车整个电板都没有电了，又没有电了，哼。然而我现在很纠结，很郁闷，现在就是面对我有三个选项，一就是给那个房车厂打电话，然后在线查看这个问题在哪儿，然后自己修。然后第二条就是往前，然后再翻上两座山到那个左贡，然后找地方去修呀，去看，但是这个不一定能找到。第三条选项就是往回走，再回到那个我今天出发的地方，就是芒康，然后找地方去看看。我决定先试试第一条。然后我刚才到后面来，把我里面的东西全部取出来了，然后看了一下，这个电量现在是已经是满的，然后底下的保险什么我都一一查看了，然后发现并没有，就是像那啥没有烧保险，然后其他的地方好像也没有任何的问题。然后我又在前面去看这个车前面，这不是有一个保险吗？然后我刚才看这个保险也好着呢，啊、哦！而且我现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。刚才那个这儿的修理工这儿的那个师傅跟我说，他也没有办法解决房车这个电的问题。刚才那个地方是没有办法修车，而且今天是礼拜，那个小哥，这厂里的小哥都放假了，他们在山里玩，没信号，暂时联系不上。现在找到了一个如美镇，找到了一个这个修车的地方，然后现在刚给他们看了一下我这个车的那个电、用电还有保险什么的。现在师傅正在检查。什么时候遇到这种情况？大概一个小时前，在那个就从那个乌拉山下来的时候，然后走到一半儿，不到一半的时候，然后突然一下就没电了，然后是面板没电。逆变器是有电。嗯，逆变器是有电的。那一开上头那个逆变器的灯显，那个灯显示。看一下内饰里面灯这儿。看一下那个，没有。你这车一开过吗？我刚就是拧开看了一下，里面是封着的，从这儿可以拆。刚才从这儿给你拿那个啥，我把它拧下来，给你拿螺丝刀把它拧下来。这个我这个现在那个啥，220伏的那个电，都可以用，就是那三个擦板从后面打开都可以，那个上头就显示。但是现在那个12伏的，就是这些灯呀、什么的就不亮。哎，什么情况？这里面有根线肯定松动。哦，线松动，天哪！我刚才拆下来的时候还没有发现呢。这些东西都认师傅了。哦，认师傅，对对对，这师傅说的没错。师傅说这块有两根线碰到的，哎呀，不知道是哪，看不见。哎呀，觉得有点高。师傅正在找东西，这下就好了。只要不是大问题，我这样子又可以继续前行了。现在感觉整个人都松了口气。现在是晚上的7:44，电总算是修好了，给大家看一下。现在多了一个这个玩意儿，路太颠了，把这个那个控制面板那按钮的电坏了，现在没反应。反正刚才折腾了两个多小时，然后总算是找出了问题，然后换了一个，就是加了一条线，然后加了个开关，总共花了203。这地方山高皇帝远的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能修房车的，
啥也不说了，继续赶路吧，这个价格大家懂。哎，走。